嗨，哈！这有什么不敢进的？跟我往里进，跟我来！往坑你大溜！溜了溜了溜了！嗯，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种不费蓝的英雄还能翻墙，是真爽，我感觉，真的，一顿翻呢，在这墙里边。这瑞文你们觉得应该出一个什么神话装备呢？我觉得三项其实可以 Q 一下 A 一下 Q 一下 A 一下 Q 一下 A 一下再 A 一下，选择你自己的路。Q 一下 Q 一下 A 一下 Q 一下 A 一下，不行了啊，这不能再上了。闪现 W 踩一个平 A， 这波我正好看着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兵马上死，哎，我们升个二，将他拿下。Q 一下踩一脚，没踩到没有关系 ，Q 一下，三段 Q。杀不了，走了。其实我觉得还真就没有适合这瑞文的装备，可血战斧算一个吧。啊，你上班啊？你上班你不会小点声啊？另外上班咋的了？上班怎么就不能看直播了吗？把你领导给我叫来。谁领导？插个眼啊，给他狠的 Q 一下。我粉丝儿上班看点直播咋的了？踩一脚来，平 A 走，不能打了，有点扛兵了。二段 Q， 三段 Q， 踩一脚平 A 走。一段 Q， 二段 Q。三段 Q A 一下，踩一脚平 A 一走，这剑圣抓不住我们，没事 Q 一下，直接从后边把他击飞啊！往日的负担，嗯，这个剑圣 A Q 一 A Q A Q。A 踩一个平 A， 可以。我该怎样继续？ You have slain an enemy。一段 Q 走，二段 Q， 三段 Q。我打断了他一个平 A。踩住，补会刀啊！马上我们升了，
如果他再敢造次，我们就杀他。跑的是真快，你是真猥琐，我发现。怎样的战斗机能带着我？那没事，我们不行就越塔杀他。它发生了。十秒钟以后越塔啊，这波。一段扣呀，他升了，我操，这比较难受啊。升了的话，谢谢素笔言青。可以杀是可以杀，但是他有闪现。要杀就得给他秒了，要不然他大招闪现他都能放出来就不好了。我就想知道这瑞文现在到底出什么神话装备。和血战斧感觉好一点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呢？跳 A 踩 A 一走，还不上了，一段扣，两段扣踩住哟，拜拜。嗯嗯呀呀呀！哎呀，我操！他跑的咋这么快呢？呀，二速海，哎呀！可血吧，可血战斧好一点。也就可血战斧还能跟他契合一点，我觉得你这出这些其他的这些穿甲装备吧，都是有点脆。秒人还可以，算了，他们家这把都这么脆，我跟他玩啥呀？我都直接就这个了，都这么脆，我们就互相秒呗，真是的，两下一个人，我一刀一个，出什么日眼精神面吧？还出日眼？瑞文出什么日眼？互秒呗，谁怕谁呀？天使现在见着我面直接死，一秒钟我就让他化成灰儿。你们可能不信，这个踩没踩到，不好意思。想帅一波的，别再犹豫了。想帅，没帅起来，距离产生美。我想直接 R 闪现踩，然后接一个 Q 技能接甩，然后套个点炎他就死了。可以，你等一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他瓮中自憋，好，可以干。
大他都没开出来。走，回家出星石的，或者暗行之爪呢？哎，这个可以呀、啊。极速误穿攻击力，完美，简直完美，只能用完美来形容，兄弟们，完美。木印有个卵用啊！瑞文要木印干什么玩意儿？这个不行，这个行，你让别人不知道你有一个突进，我跟你说，这瑞文这英雄要是能有突进技能，可老猛了。他这个不算突进，他这属于位移技能啊。而且加减息地还加穿甲，我正好要这些属性。他发生了，我一刀就把你砍死，踩住 A 一下，再 A 一刀，跑了。换到中路去啊，看看这永恩跟这维克托打成什么样了。哎呦，没事，死定了。你，可恶！哎，啥意思啊？啊，啥意思啊？我收你兵啥意思啊？我不仅收你兵，我还吃你塔皮，我给你点，我给你点啊！你讨厌那种点的人了，点吧。哎，我还吃你塔皮，把皮都给你吃了。哎，把你后边兵也给你吃了。哎，让你点，都给你吃了。我到了，踩住！哦，还可以穿小兵，暗行之爪，这个装备狠呢。再来个九头蛇，瑞文跟收集者其实也比较配，我觉得。这个皮孩咱就明朗之靴吧。多一段位移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这英雄多一段位移，那粘人就不是梦了，兄弟。再来个九头蛇，就是穴位有点脆吧，这是。这谁把红打了？谁？可恶！我的双手沾满罪孽。找一波永恩的，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秒杀。一二 Q 甩，我这暗星之爪都没用，他先打我。不过现在这个瑞文的连招，说句实话，不会很快，
一共三个人头，我死一把。啊，行吧。呀，没上去，靠！走！哼，那维克多一段 Q。两段 Q， 三段 Q， 踩住 A， 点燃一段 Q，A E 两段 Q 走，盾打掉三段 Q。拿下了。哟，还会卡 Q 啊？我怎么的？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连 Q 都不会卡的呗，兄弟。甩，老刘死了！哎呦我操！闪现 Q 踩。血太少了，要不然我把他们全杀了，全是残血。刚没收集者，要不然全死。刚才没有 R， 刚才 R 杀牛了。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黑切，因为现在的 Q 啊没有办法立刻进入基地，卡不住。守不住了，这将怀疑抛诸脑后。没想到吧，小伙子啊，没想到吧，暗行者自找。